好，再来，关于从侯友宜看警大的素质，他说现在的警大非常难考，没错，现在警大素质非常好，很难考，有些人进入都是精英，没错。好，现在大家怀疑侯友宜年代是否警大较容易进入，否则应该不会是答非所问。其实是这样子的哈，不管当时的警大容不容易进入，好学校也会出白痴的。